上我车。这个各位是新来插班的同学，伊个名叫做邓豆豆。豆豆。豆豆。啊，豆豆啊。呀，你甲今年几岁啊？几岁嘿？这，哦 no。来晒晒晒个唔见得去。连家己个几岁，他个唔记得去，他就敢闹有门对。你敢闹是有门对。豆豆啊，呀，你以前甲捌读过字啊？捌读过，读过，即惊即等于闹。呀，我再问了，三加三等于多少？三加三，即等于闹，三四。老虎来，拉萨等于拉。莫掂用手来比，照大解了，莫得用心来算。用心算啊！我再问了，我惊我等于叫做？我惊我。哈。我。莫再掂用手比了嘛，双手搁藏到裤兜。好，这。他算出来了没有？老师啊，你等于十亿。啊？双手给我捡出来。好。等先算个。好。这，五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加了。他算出来没有？老师啊，等于十六。拉萨，捡出来就等于十，哎，藏到口内咧就等于十十亿。你，瞧，这死人都瞧不出，脑袋就等于十亿咧。哇，